上课喽！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座位上，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卡洛斯。谢谢哦，贴心，好久不见，来吧吼。再一次。直播的。不管你是哪一个年龄层，刚才我们这个田光生非常的贴心，在卡洛斯上台前那个放的那些所有的音乐，还有忍不住跑到那个后面跟杰任说：“哎，我们来做一个老屁股之夜。”哦，唱的歌今天晚上纯粹是为了要满足我粉红少女心哈，我已经50岁，然后我好想唱我20出头岁我最爱的一些歌。它都不是流行歌，然后也不是最主打，像接下来这首，我那时候跟16人组的大乐队在舞厅哈，然后小喇叭就有3支萨克斯风，4支，然后你知道吗？当这首歌流行的时候，我发现天哪，
台湾也有这样的歌，因为我那时候也还没听西洋歌，我觉得哎，怎么有这么特别的歌曲？潘越云的《沙之吻》，应该也是模仿国外的，但是对我来说，那时候那个小女孩就觉得太惊艳了。这首歌中间还有转调哦，我曾经碰到那种乐手就是转没有办法转调，一直停留在那个上一个调，是歌曲怎么结束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所以呢，50岁的自己唱给20出头岁的自己的一个心情来参加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演唱。哎呦，我的朋友缓缓的走进来，好优雅的贵妇，《沙之吻》，潘越云的歌，小虫的作品。掌声来欢迎我的乐手，好不好？威龙 ，I'm a drum。吉他手排湾族的 Ice。还有原住民的 VIP 嘉兰的阿妙，宜兰的杰任，我是排湾族的黑妞 Galuskus 沙鲁，在场好不好？
先打一声招呼，大概有三年没有回来铁花，平常也真的很少唱，都是我今天有另外一群朋友，我希望我们有一天可以综合一下，就在这个台上，诗篇九十一篇 ，OK， 一起来唱经文这样。好，我十八岁开始就唱歌，然后呢，我先讲介绍，自我介绍一下，好紧张。我叫卡勒斯葛斯，以前朋友都叫我黑妞，我是台东县达人乡，台板村，然后土板村在这里哈，我隔壁的，然后这个也是台板，但是在上面哈，讲不拿。所以我们三个今天在这边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平常没有什么交集，但是呢，我觉得音乐是一个最有趣的事情，我们可以用音乐来沟通。好，那因为太